人，不只是爱为家己，嘛爱为别人。这才是人活着的目的。问世间爱是什么？问苍天情是什么？这个浪子主角，方当作妖魔，讲要报三个恩，五个仇，一句话造成所有人的惊吓。但是伊敢真是要报仇？那是一种骗了菩萨的手段，心内不是万切，只求众生幸福。妖魔之主，有缘也是妖魔啦。妖魔之主，有缘是妖魔。今嘛，迄个妖魔回来，你想要创啥？滚出来！什么人拢袂当伤害我的后代？我向伊选择，这世人我绝对袂让你好过。群聚在重阳医院的患者恐怕是感染上了高危血性的伊波拉病毒，所以疾管署才会下令要来封院。这间病院封锁，不管有偌济人愿意就伫内面，不管未来面对的是生存还是死亡，人性的光辉永远拢镇压黑暗的欲望。但是，敢真是善有善报，或者是善报不是未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伊为着要甲你做伙，唔肯接管厝内事业，即卖为着你，连家己的命都都要休去啊！天公不是应该爱听好啦？我叶尊明的后生，不应该安尼。你敢会惊？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所以我感觉啥物拢袂惊。所以我绝对袂倒来，我永远做你的靠山。你可以恨我，但是恨一个人，要先活着。你是不是比小佩离开伊的？我是伊德妈妈，我关心是敢袂严谨。那呢？你嘛应该关心家己阿兄。你弟要好白去啊！明湖公司到底是一间家族企业，还是一个正人的事业？也各个老家的家长拢想要争夺这个企业，但是少年辈有无同款的想法？你大叔要提什么来赔？敢是公司？你就对我这里无信心？刘律师他们糟蹋了我爸当初的理想。你若是有机会。想要甲民富变做一个大型的友善平台，咱这个团队爱学会晓这项代志，总可以做主。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突然间家破人亡。一个妈妈潘英芳，用善良来靠近浪子回头，用坚强。来面对挑战。林明虎，欠我一个人情，欠阮厝一个公道。我倒是相信你会当安怎，我是毋会当安怎，我嘛毋知。踮过一个正常的妈妈会做的代志，我拢做会出来。一个老爸李进勇失踪十几年，用死亡来成就兄弟义气，用北肠来化解妖魔之道。一个后生李小东。冤枉坐监十五年，别人当作伊是妖魔，无人知影伊报仇的方法真特别。一个查某囝李小佩，用笑容来感动兄哥，用奉献来面对爱情，化解仇恨。一个大富大贵的家族，复杂的欲望吞踏所有人的命运。一个头家妈苦心请假，成就一个名副企业。一个老爸叶俊明，用血统来统治企业，用阿爸来裁断人生。在这个世间，干阿爸母甲囝儿的亲情是真的，其他的拢袂可。这都是我一再甲恁提醒的血统。一个妈妈刘月如。用自私来保护后生查某囝，用猜疑来面对世界。你哪会这么无公理啊？在明湖公司，我就是道理。做妈妈的人，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囝儿是谁，拢会变成全世界上个自私的人。这个后生叶以德，用无私的奉献来面对人生，用纯情的等待来争取爱情。这个查某囝叶以柔。用温柔来面对挑战，用善良来化解心结。一个老爸刘洪林，用法律来解决别人的人生，
用野心来满足家己的欲望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有当时啊，你必须要做出一挂选择。这个村民，我已经吞了你20年，但佫吞落去哦，我才真正是对不起家己。一个后生刘大军，用金钱来交换人生，用家己的欲望来偷夺别人的善良。一个原本单纯的小家庭，用小生意请养查某囝。一个妈妈吴桂芬，用牺牲来面对别人的误解，用包容来对待别人的恶意。咱不是甚物好命的家庭，所以无悲伤的权利。一个查某囝林星辰，用希望来面对世间，用坚强来化解命运的坎坷。一个查某囝林星月，用勇气来保护家己的妈妈，用同理心来面对爱情和人生。一个只有男性的小家庭，趣味又搁温情。一个老爸为正冲，用爱心来教育别人的事实，用悲情的牺牲来弥补家己的错误。一个后生魏宏志，用甘草人生来让别人得到笑容，用义气来保护家己的时代和朋友。一个秘密的专案小组，为着解救几十万的家庭，用行动来追求正义。一个检察官赵海安，用美丽的青春来交换正义，用残酷的杀气来面对黑暗势力。我这个检察官会当卖做，但这个案件我一定爱跑。我劝你两早出手，若无我早晚会把你的秘密查出来。这个线民张敏良，用智慧来挑战罪犯，用无人可比的勇气来面对半乌半白的人生。这个警官王传义，用勇胆来对抗黑暗，用毅力来化解冲突。要做好的警察，要注定跟失误的。我不是为了真正来做警察。一个黑暗的势力，罪恶的行动影响着几十万的家庭。一个首脑王道川，用光明自身的外表来暗藏罪恶，用绝情的手段来统治世界。你回来啊，来来来，啊啊，吃好吃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啦，这位啦。叶童化气化毒的时代已经过去啊，说落来都是王道川老师当家做主的时代来临。这个杀手陈建勇，用无情来交换孤单的人生，用死都唔惊的义气来报答别人的温情。世间本地无妖魔，这个妖魔之路为这开始，到这结束。这间饭店打开去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将伊经营起来。这间饭店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场争夺。一个头家靠上，用无同款的头壳来考验李晓东的智慧，用最严格的要求来成就少年人的梦想。这个经理陈静发，用功德来面对人生。用热情来陪伴朋友。这个员工阿月，用正直来对待朋友，用勇胆来维护善良。这个可爱的查甫囡仔阳光，用暴露的铁盒来笑看人生，用什么都唔惊的精神来挺家己的兄弟。问世间，爱是什么？问苍天，情是什么？命运会当打破，个人加上集体奋斗，会当活出家己的人生，也会当改变众人的命运。人
不只是爱为家己，嘛爱为别人，这才是人活着的目的。天若有情，一个感动人的故事，一个大时代的心声，一出上精彩的大戏。天若有情，天也老，人若有心，才有情。7月22日，敬请大家准时收看，台视8点档《天若有情》，咱大家来博感情。Thank you.